这很多呢，嘿嘿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侠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你们刚刚看到了，爸爸正在坐着爸爸的脖子这个地方，摘路边的银杏叶，因为我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，只剩下一个是用植物来做手工，我该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来做一棵树，画些蓝天白云跟山吧。那我看你能做成什么样子吧。行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刚刚跟爸爸在路旁边摘的叶子，哇，有股深深甜甜的草味。对，哇，好香啊，这个。困了吧？嗯。那我们赶紧把作业做完，明天还得交给老师呢。好，预备开始，先画一个树干。画树皮。大树干成型了，贴双面胶。往上贴吧。这个像扇子一样，你看真大，还有风呢。哇，吹到我了，把我吹飞了。你是铁扇公主吗？不是啊。还有点意思，你看。那你是不是有点单调啊？哦，我们画点彩虹山、太阳，或者一些还有一些花花草草吧。行啊，开始。哟，你在画蝴蝶吗？对呀、啊，三翅蝴蝶。有三翅蝴蝶吗？有啊。我怎么没见过三翅蝴蝶呢？我画画花本里就有。啊。这是什么呀？猫啊。猫在干嘛？在追蝴蝶呀。这么胖的猫还站着呀。嗯。还是在跑呢。那这就是我的植物画，你看，不错吧？我来看一下哪儿不错了呢。小猫，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一个画画家。哦，他是紫色画画家，拿着那个画板在画画。对呀、啊、还天上有彩虹。嗯，哇，这个树挺好看的，这个树啊。对。对。呀，还有这么多，你赶快收拾吧。对对对，明天我还要收拾呢，这些树叶就接着给你了啊，去吧。妈妈，你给一个好点的。明天再给老师。啊。